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喜，今天我们又来碾这个玉米了，这是碾了好几批的，这边一袋可能有六七十斤重，现在扛进去里面。工具的话就是除沙的，通过这个漏斗把那个沙子给过滤掉。就是开始加工了，把这个玉米黄给你。这现在是碾第一道工序啊，等一下还有第二道。看，这就是第一道工序，等一下还要碾第二遍啊，是比较粗犷。这边碾了这么多了，今天我们要碾几百斤啊！现在的话，第一遍碾完了，我们开始碾第二遍。这个是第一遍的，将第二道工序。现在是碾第二遍了，你看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杂质给吹干净。今天碾了差不多有四百斤啊，都装袋里，准备就把它扛回去了。非常新鲜啊，你看，我们都是新鲜现发。